是在中视会上演的。是，其实我是志玲姐姐。你拿着马干嘛呢？啊，就是某某已经长大，现在可以骑了啊，好好享受这一刻。对，我还是不懂他跟警察有什么关系。不是，因为他们是模特，那后来好像改主题了，就要改感情这样。这样子，你知道？那你也可以立刻改变的角色啊。没有料到我们要聊感情，就我想到模特了，对，那后来直接转成感情，对。所以你刚刚是不是很慌张？不会慌，我就听得很爽快。对。